他的这把剑重重的，是18斤。如果是剑圣哈，净重是12斤。这把剑的来历呢，是当时是这把剑养龙诀剑场，就是他拿这把剑为了寻找武林高手，就全国各地去摆擂。哪个武器都是剑，不是30个人都把剑送给哪个。走了成都来说呢，在成都舞了3天，参加的有2、3辈人，但是就没哪个武器走。 我那去武，我把武器走了，就哎还是把拿了，所以大家有缘还是拿走。这么多年呢，一直是8年9年了，一直没有正常到的。这次全民运动会呢，又要借这把剑哈，就拿出来以后，以武会友吧，找个有幸的，找个看有没得有缘分，找个就中间的传。就说哪个武器都还是同样的方法，舞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回哪个。结果来了2、3十个人，也基于时间有限，又没得演出。 二天是个人比呢，不得哪个难一点。因为最多的一次是两只手换了舞步和关节的，最多也只有一二十。还好我的舞蹈半个小时，现在可以暂时停手哈，不停，你搞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行，这剑太重了。剑，我挑战一下，我能不能舞动啊？哎呦，好重哦！我把这舞蹈舞上半个小时，啊？还能不能舞上半个小时？ 10分钟，10分钟都很难。如果还是再能够过的话，哦，哎呦，你看，这舞步啊，哎呀！ 这个我打这个拳呢是行八卦内家拳哈，以一种风化性的拳，而是把头部啊出一种闪手形式，用一种爆发整体头弹的力量哈，把每一个动作在短时间爆发，用闪手的形式把爆发出来。这个拳练的时候呢是没得招数，招数是凭思想想到啥子应声而生的哈，它是随心所欲而发的，而且呢缺点就是。 基本上就是整体爆发，头弹，它明全名叫行一混元三手掌，78卦掌开手，我就一二三走，我八卦掌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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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走，起走，去翻身，起走，一二三，走，蹦起蹦，转，滑，起，二，走。